被惩罚了。来得及吗？来得及吗？哎，回头了！哇，这个狼啊，尴尬了，被中走，而且带红被缓住。然后格雷夫交闪一个回火的伤害，想拼拼不掉，完了！来了来了来了，长加流的又打又打，杰西来了，一个电磁脉冲没中，艾克有盾，被正拳击飞，杰西要 C 了，这把二零一来了，真的没技能了，死杰西要锤上来，后面有死哥。还有一个加流赶过来要支援，锤爆开，哎，来了三打二，凯撒加速缓墙缓住，正拳先击飞的是潘森，目标直接放在斯温身上，一个龙卷风搭配了凯撒的普攻带走了斯温，只要拿卡皮把那格雷夫靠过来，可能不能拿了，潘森晕了一手被击飞，朝后面有朝到，加流叫闪现往后拉，格雷夫去了，伤害一个普攻，他会不会坦心艾克？不会，不可能。哦，上路要被制裁了吗？被震飞叫了羊，来看下三人回报一下，不让这个厄尔叫羊再往回拉，赶过队友来支援，然后这个是我轰拳，死哥来了，想收头，来看下死哥魔量够不够，一个豆没中，两个豆中了，一炮轰死下来了，但被震拳敲起来，被潮住，全部人 all in 那个葛雷夫，很有梦想，艾克进场，哎，但斯文把龙给拿走了。加入印之门挂下来没什么效果，斯文大姐开心，魔君将士爆开没伤害，直接被杰西一拳给锤爆，这样要越越哪次不越了，越啊哪次不越，来爆了一手往回捞二，往回撞两个，搭配一个格雷夫的伤害把死哥给带走，叫了羊，其实好像叫羊留人旁边缓墙，艾克也赶过来了，死哥的位置很危险，后面印之门准备灌下来，赛特找不到队友爆，是这里是闪拉再接爆，把艾克给捞回来，艾克往回一拍，直接用大绝技师开始先回血，但被死哥一动给炸死，死哥秒掉第二个，死哥跟鬼一样，死哥这里没魔，但没关系，他死的位置很好，但是没掉唱歌，唱歌再来一首安可曲，哎，又是你，抓到你喽。一道叉子，哇哇塞！每个画面都一样，哇哇塞！龙珠挖下来，是谁在比赛台上？哇哇哇塞！哎呦，江闪现，哇，很跟进跟进跟进，还要追杰西，这里锤，而且不让二撞羊，直接一炮打死。这个斯温看起来也是走不了了，是这斯温强弩之末，看下大局长吸血，但吸血的量来不及回啊，一套要被打死了吗？哎呦，换一个，抓一下爆开，魔君将士，但被杰西锤心他给敲死，一棒敲死，哎，进来要压位置，喂，一半一半，再一拳，死哥被捞进来，死哥这边搭配着自己的圈圈，可以凯撒伤害，直接把艾克给收了，可以上第四个有机会，而且看下魔君将士的斯温有办法爆发杀，被爆了。没办法，完全打不出伤害，死哥伤害太高了。哇，这杰西也超痛的，一炮就是三分之一盾，直接被打出来。凯撒在对方的家门口直接杀了对方辅助，然后这个死哥也跟鬼一样，到底是亲门踏户的打法，闪上去人家家里面来推塔，直接唱歌，唱格雷夫死了。